行，然后基本收完了。这几天天气太晴了，没啥货。这晚上，一下还好一点。虾，就看到虾。啊，九节虾，这有几条三毛。没啥收获。快断日子哦，快断日子，我现在整个多少六位？现在想抓几条大鱼都来碰运气哦。挺肥的、啊。这个还可以啊，这个就酸菜，上桌了。天气太晴了，应该没有啥货。我去下一网看看。哦，估计今天没啥波皮哦。几只蟹，蟹跟虾，太晴，就知道这个天气太晴了。今晚还行。虾，这碗虾还可以哦。可以带个高压箱充一下网吗？好、啊，就过段时间了，基本上差不多就半个月洗一次啊。这种虾挺多的。差不多，九节虾嘛还可以。嗯，波皮也好多。波皮也有。还可以。很棒。虾和波皮是吧？看来今天是没啥货，啥货也拿的也是挺少的。有螃蟹，还有虾。哦，九节虾来了。就是没到货，来些虾，那就蓝花蟹。哇，这个油刺，大油刺，还有大黑肚，两条大货。哦，这个大黑肚就大哦，那大黑肚就这样就最大了，还有一条大油刺，你看，哦，虾，小波皮，就一点虾，今天啥都没有，就一点虾，啊，先不管了，你收最后一碗。还可以哦，哦，意外这些，白鳗鱼，白鳗鱼，白鳗，这条应该有个五六斤哦，哎，最后一碗，本以为没货，还可以哦，用力啊，这个太凶猛了。好嘞，来了，可以哦，凶猛啊、哦、白鳗，那先看一下，一会一排再看呗。好，收完了，现在回一排。
一点风都没有，太自由。微盘看一下了，这个今天就啥鱼都没有，就抓了一条白鳗，像这条生鳗，你看。然后是像要抓这条金带子还不好抓了，像抓这个不要不会用不能用力的，要慢慢的才能抓进去了。这种蛮硬脾气的，最怕它的嘴巴它的牙齿，那牙齿是一整排。像这条的话就好，有个手臂粗哦，4斤。然后还有一些九节虾。今天九节虾还可以，可能有个2斤左右吧，1斤多2斤，剥皮就有点少哦。九节虾的话哦，在这里，还有几条大白虾、白刺虾，那剥皮就少了，才几条，今天才说上来的才几条，今天啥都没有，还有一群小三嘛，留着自己吃了。然后那个今天视频就这样了。下期见，拜拜。